要先聊，走到啦。所以开始是猪。这个我会看上面的啦，看上面。那个眼影要再重一点，要烟熏妆。OK 哈。好了。我想看一下那个我的妆怎样。哎，不错哎，我觉得可以。这次你画得很好哎，可以可以。灯，最后一个灯。哇，好难哦！还没有，噔，来不及啊！给啦，来！新一年又来了，看天空，全部看着上面。啊，然后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起来！啊，第二个动作，啊，笑！Ready action！ 再一个动作再夸张一波，给最后一个夸张一点啊，大家。来三二一 ，Action！ 因为我就看着镜头这样子笑就可以了。你不用转身，你就是一直看着镜头喽，你就笑。Action！ 可是我觉得还要笑。啊，老师啊，财神你要哈哈哈这样子。And Action！ 哇！nice 啦，今晚中马票啊！向前跑就可以结束了啊！向前跑就可以结束了。对，你们要同台。Okay, and action. Three, two, one. 这个很好哎，这推图。哦，这样我觉得 one take 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耶，你就 one take 哦， take。笑，打开，来来，肩膀。人生路。准备，哎，可是这样更歪了。那两个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到家了，哎，妈妈在招手了，快！礼物啊，极大！二一 ，Action！ 这个给你的，扭开啦，漂亮哦，漂亮，是这里有很多扭开啦，哦，有牌子。哦、啊！你不是买的，对对，美的，哪里买的？王三买的，随便买啊！哇，很好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！啊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！漏风了。王雪晶又来参与，欢迎郑冰燕。嗨，欢迎王雪晶来参与我的新年幸福绕。是我们继月亮原来团圆又团圆了哎。我们这一次呢拍摄的 MV 叫新年新年幸新年幸福绕。过了这样久，我们的默契还是有待改进。有啊有啊。哦，还有进步一点点。有进步很多。是，可能之后我们每一年出一个就会越来越进步。真的，我觉得冰燕有时候可以不要这么忙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 MV 冰燕。他 involved 的这一个岗位实在是太多了，他又是导演，然后什么都是他，然后要跳舞又要唱歌，然后要对镜头笑，
所以他真的太棒了。是，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雪晶应该也是自己 MV 的制作人之一，对不对？我看也是制作人雪晶自己本身。Yeah. 我觉得粉丝其实看到我们两个合体是很开心的。一开始我会担心说，哎，这么接近，粉丝会不会觉得哈又是我们？但是网民的留言都说，哇，好期待我们的新年合作之作哎、嗯！而且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很温馨、嗯、很浪漫、很幸福、嗯，就是很适合那种元宵节啊、情侣啊播放这首歌。没错。而且呢，我的新年幸福绕呢，主要是传递的就是那个幸福的定义，就是每个人的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。像雪晶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？我幸福的定义就是可以美美睡个好觉，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对对对。OK 了，我们讲宏观一点啊，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幸福应该都。就是把我们的歌声感染大家、哦、也对，对，只要有我们的歌声，大家就能感受到新年的美好、嗯、温馨的感觉。对，希望大家一直 loop 这首歌啦，很像喜欢月亮原来团圆的时候的那一个氛围一样。大家希望大家看了这个 MV 之后，也可以非常的喜欢传唱下去。然后，冰燕也是找了老师来编了这首歌曲的手势舞，也非常的好跳。对，其实我们这一次是月亮原来团圆的原班人马。就是编舞老师是一样的、嗯、我觉得这次非常难度大的地方是我们在一天内呢我们要走四个场地、嗯、非常感谢老天爷呢、嗯、其实我们一开始很担心下雨、嗯、然后他们问有没有 Plan B 有没有 Plan B 我说没有，我们真的是靠老天爷赏饭吃。对对对，今天呢我们都是晴空万里，真的然后呢感谢上天，因为我们都非常顺利的拍完了。对，我们这一次呢是我跳过最多次舞蹈的，因为之前我的 MV 呢最多都是两个场地左右，今天我们赶了四个场地。你这么好像坑因为你要懂我们是一个女王的规格，没有，对，我们制作上面也要就是做到精良一点。你知道吗，我已经就是已经那一种哈，为什么要跳舞？我可以当吃吃吗？但是没有跳舞的话就很可惜啦。所以就是非常谢谢冰燕的这一次的安排，我觉得非常有火花，很好看又很好听。